嚟注入直路咁滞噶，云中龙仲系放下箭有过嚟马威嘅，而家过路夫同埋消息咧已经喺我档冲紧上嚟啦，跟住咧就有必全胜，然后就系呢个加泰隆尼，而家埋喺我档中，跟住先有呢个星次啦埋近位嗰位啊，去到最后三百米嘅时候，过路夫已经系带咗出嚟噶啦，跟住咧就系有呢个系我档啊跟面走晒跟上嚟啦，然后就系有呢个袁居民啊，仲有呢个加泰隆尼跟噶，去到最后二百米嘅时候啦，内档嘅呢只鸡面手已经占咗成过马威噶，而家见到袁居民啊追紧过路夫啊，跟住咧就系有呢个就系加泰隆尼过咗呢第一名就系鸡面手，第二名就系袁居民，第三名过路夫。入精进入直路，前面马克罗斯占先啊，响佢外边明月千里系黄衫嘅，追出四句往追，埋边巴基之星嘅位置咧就唔系好够嗰度啊，兜兜嚟最后百零米，透出系明月千里斗紧入边马克罗斯，外边四季王巴基之星喺呢几只马后边咧就唔系好够位啊，兜兜嚟最后一百米到啦，明月千里斗紧埋边马克罗斯，马克罗斯挥臂啊过翻呢只明月千里，香港金杯得主马克罗斯啊跑第二名，明月千里第三名，四季王同埋巴基之星啊近啊！好啦，咁啊转弯入直路过埋六百，翠龙占先，欢乐之光拱开啊非常坚上嚟噶啦，后边嘅马仲有内栏风采王攞出去最出嗰边追啊，有兴华等内栏系将才，后啲嘅马先有劲哥儿，最后三百翠龙透出，欢乐之光要追人啊，两只马好近噶，内栏咪只有将才，再见到后边啊风采王，最后二百欢乐之光过咗翠龙啊，后边嘅马内栏位置咧仲有将才，中间系劲哥儿，最后百零米欢乐之光已经将翠龙抛甩咗，欢乐之光赢紧呢场赛事啊！翠龙一路顶住呢个第二位，入边咗张才上埋嚟，第四系劲哥儿啊！好啦，咁啊转紧弯嘅时候，次序都冇喐过噶，马克罗斯依然系带头啦，欢乐之光一路逼住佢噶啦，第三位嘅马，咁啊内栏巴基之星啊轻松啲，出边街腾区啊猛咁喐，咁啊第五位咧内栏戴面箍黄衫明月千里出边马上发财，博内栏喎，黑衫时时精彩，掟出去一对英雄，最出大红图，最后直路马克罗斯斗紧欢乐之光之际咧，时时精彩冲紧上嚟，大外道英雄亦都杀紧上嚟。再后边嘅马，仲有明月千里出边大红头，最后百零米英雄外边冚咗上嚟，埋边啊时时精彩，中间又明月千里外边大红头，最后五十米英雄脱颖而出，赢出呢场中银香港马会杯跑第二名，时时精彩。前面馬克羅斯啊順利放頭啦，咁啊歡樂之光唔要內欄側出嚟二搭跟住佢啦，巴基之星第三位，天滿意第四位，外邊藍衫第五，仲有達龍區啊，內欄勝出光彩啦，咁啊六百環間衫上咗嚟咯，雍容百合啊，夏威夷褪落去啊，咁啊埋邊博位嘅馬分別有達羅素啦、迪亞卓啦，頂出去出邊啊，有時時精彩英雄嗰啲馬，好啦入正最後直路，前面仲係馬克羅斯佔先，外邊有歡樂之光，兩隻馬中間巴基之星有啊騎。再后边仲有胜出光彩，外边追雍容百合，最出仲有时时精彩，最后一百米巴基之星透出啊，胜得光彩咧就一路响中档杀紧上嚟，外边位置雍容百合最出时时精彩，接近终点啦，胜出光彩赢出呢场咧就女王杯啊，跑第二名嘅马咧就相当接近。